西红柿裂果是什么原因，又该怎么解决呢？西红柿裂果的原因主要有三个，一是昼夜温差过大，二是浇水过多，三是缺钙。西红柿补钙一定要在转色之前把钙补上，等红了出现缺钙问题了再补就晚了。想要更好的进行补钙，更建议大家去叶面喷施糖醇钙，糖醇螯合小分子作物更易吸收，能快速运输到果实，促进膨果转色，增加果实硬度。这一瓶300克可以兑600斤水。